今日9月11日，我哋香港沖繩人一班畫友就嚟咗西營盤去畫呢一度嘅燈籠啦，好多燈籠賣嘅鋪頭。中秋節就快到啦嘛！今日咁多人咁熱情啊，真係 Catherine 就嗰個 Catherine 係可以，佢繼續係拍下片先，仲犀利。Hello， Hi， Hello， 將 sketch 畫完，咁我用咗兩個技巧。第一，我將呢個圓眼畫法用咗張畫上邊啦，令到間鋪頭立體一啲。第二，我就將某部分比較有特色嘅燈籠咧放大咗畫喺畫嘅左右兩邊嘅。呢一度賣燈籠嘅鋪頭，有部分佢哋嘅燈籠仍然都係手製嘅。我當然唔希望呢啲手製燈籠越嚟越少，甚至消失喺香港裏邊。